出了走红毯的时候，是唯一一个心愿，就是千万不要摔，然后千万不要摔，千万不要摔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吧。那当然，就说之前的准备，所有的团队都已经帮你，就是衣服啊、妆发这些都已经做好了过程。我反而觉得在走红毯的前一天，就是好好的吃好、睡好，千万不要。当走红毯的时候，就是开心的。当然，可能我以前也有遇过，就是哇，在那个给你来提交一些一个月来的那种，可是我后来发现，这个事情反而造成我更大的压力。反而，如果你平常就是做一点点运动，然后平常吃的东西有稍微该吃的时候吃，不该吃的时候再吃。你反而就不会觉得在重要典礼期间这一个月反压力很大，所以我不会在现在的我不会在典礼之前去做这些所谓的运动啊、节食啊。姐妹爱情呀，也有入围迷你影集的后，对，你有恭喜他吗？有啊，当然有。像你有全球他红毯，就是成为最美的秘诀吗？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有自带气场，所以他，我相信他在走红毯的时候，那天会是他最漂亮、最好看的时候。